姐姐，我想吃小肉条。想吃就自己拿呗，妈妈不说了吗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来，姐姐帮你拿。这还挺沉的呢，给我下来吧。哎呀，这全洒了，算了，快下来吃吧。姐姐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简直是我的偶像。哎，这算啥？你爱吃你就多吃点，都吃。你们在那整啥呢？砰一声，这谁干的？妈妈，刚刚来了个小偷，他把这零食整傻了，他就跑。他跑哪儿去了？他跑？还能跑哪儿去？开着门就往外头跑呗。妈妈，趁他没跑远，咱追吧。哎呀，行，要追不上我唯你是问啊。妈妈，你就别说了，快点走吧。走走走，这人在哪儿呢？哪有个人呢？哎呀，肯定是坐电梯跑了。完了，妈妈，咱们来晚了，追不上了，还是回家吧。我看那小偷就是你吧？哎。谁搁那偷吃呢？啊！妈妈，我可没偷吃，我就是来闻闻味儿。哎，谁谁，你告诉我这是谁整的？是不是你？妈妈，吃都吃了，你就别怪猫弟了。我不怪他，我怪谁？肯定是他干的。快说，是不是你？妈妈，我错了。下次还干不干？干了，不干了。猫弟，快跑！妈妈太啰嗦了。